曾志熙最近在社群平台晒出一张爱猫的照片，发文写道：今天真的吓死我了，以为门关好了，但其实没关好。但因为他的猫咪平时就爱躲猫猫，所以有一段时间没看到猫咪，他也会觉得很正常。但是后来突然听到蹦一声，他才发现门没有关紧。他接着表示，这时候他才惊觉猫咪好像都没有出现，他疯狂找家里各个地方却都找不到。于是他赶紧出门找，一边找一边自责，想说18岁的爱猫在外面会不会很害怕？好险，最后在楼梯间发现猫咪了。当时他马上抱住爱猫大哭，他心疼对猫咪说：好险把你找回来了，好险你很乖没有乱跑。最后他对爱猫说：以后妈咪绝对会把门关紧，你不要再吓我了。字句间流露出对毛小孩满满的心疼与宠爱。